點鐘啊？而家男人嘅房啊，唔係我間房得㗎。還要拍呢嘛？先聲明一下，不是我的房。男人嘅房啊，用三口語言說啊，啊用兩口語言說，是不是我房間？呢間我間房。This is not my room. This is my room. 不會真的要放到 YouTube 上面吧？哎，法國。哎，看看這裡，看看這裡。哎。哎，其实你是头疼啊，我惨了惨了，他们上 YouTube 真的也会上 YouTube 一篇，我昨天好像给他拍的东西啊，你上次没不在是迟到那天，然后那天我递他东西真的放到 YouTube 里面去了。